小乐高大乐趣，欢迎来到坏血的乐高仓库。今天我们来做的是这一盒乐高创意百变系列31099的 A 模式，这一架螺旋桨飞机。我们这一盒31099的 A 模式，这一架螺旋桨飞机完成了。它的配色以及外形，猛一看呢，你可能会觉得它跟31094的 A 模式那架竞技飞机比较相似，但其实细看之下的，你会发觉两者其实还是完全不一样。无论是从个头还是这种细节的打造，完全不同。但是这一架飞机虽然小，依然做出了这种外露的引擎。反过来，后面三点式的起落架也未曾缺席，在桌面上，你也可以很好的滑动它，也可以这么起飞来进行玩耍。前面的螺旋桨也非常的顺畅，玩起来完全没有问题。机头的一点红色零件，更是把这架小飞机衬托得异常的精神。唯一有一点啊，就是这架飞机呢，它的驾驶舱显得非常的靠后面。而后面呢又是非常的短，它这边尾翼到驾驶舱这边非常的短，所以这架飞机看上去可能显得略微有些怪异。你看前面这么长，后面基本上就没有了。不过这只是一盒小盒的乐高创意百变系列的产品，它主要的呢还是让小朋友拿过来玩，拿过来入坑的。基于这个原因出发，我觉得这一套产品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好了，今天坏血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。这一架31099的 A 模式一架螺旋桨飞机，你还喜欢吗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分享。我是坏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